好了。希望牛弹幕告诉妹妹，她拍的怎么样？姐姐，我可以帮你拍张照片吗？因为呢，我觉得你漂亮。可以。谢谢。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可以吗？谢谢。嗯，拍一张特写。哦，拍张特写是吧？哦，近一点，拍到近一点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我是摄影师，谢谢。好吧，给他拍吧。再近一点吧。好的，再近一点。可以了吗？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想让你做我的模特，可以吗？新拍一张没有表情，就拍新拍一张没有动作的。啊，哦、我要得竖着。竖着，竖着吧，竖着吧，这个人很高，竖着。等一下，我开个机。好了。Sorry, fuzzy, because I cannot show you all I promise. My heart is beating. Oh, please just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it honest. I love you the most. All the bad things that make you despair, I'm taking control. I won't let you down. Understand everything will be different. Yeah, baby, kiss me one more time when I'm alone. You know that just I want you. 谢谢哥哥和我的模特配合我。Don't leave me with no reason. 你们两个一起。我无法拒绝，谁更好看呀？救命！那你要拍我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可以。可以啊。你看，3、2。谢谢姐姐配合我当我的模特。谢谢，拜拜拜拜。我一边冷的片段，走着这条路，突然就剩我一个，心跳的温度永远不会再炙热。你离开后，我们都在品尝苦涩。农美术馆。没有，我们去看个摄影展。好呀，好呀。一会儿去吧。现在。我们再约几个再去吧，好吧？好吧。我可以帮你们三个拍照吗？因为呢，我是摄影师。可以吗？三个一起拍可以吗？你们三个一起。不是吧，不是吧。你在这儿，只剩你在这儿，从正面拍他们。可以吗？三个人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嗯，好，三个人坐一起。好，三个人近一点。好，那我们。三个人拍全了吗？不，要不退后一点点。对对，中间一个就好了。
谢姐姐们当我配合我当我的模特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么大呀？六岁啊。我自己也是摄影师。真的吗？对。好嘞，谢谢姐姐配合我做我的模特。没办法拒绝小孩，谢谢。你会拍吗？我会拍，你假装喝水就行。你要不要告诉网友你最近的手怎么了？最近手在那个游乐场摔了一跤，摔骨折了。就痛吗？痛。哭了没？哭了。哭了几天？就是没哭几天。晚上。哦，对对对。刚回来那几天晚上，天天都在哭。对的。因为我那时候，因为那小班姐姐跟我说过，她睡那几天如果先摔骨折的话，晚上会第一天会有点，就是有点痛。会睡不着，就一直在那里翻来翻去，就觉得不舒服。你现在回忆那天，你还害怕吗？当然害怕，我只要想到那一刻，我就非常的害怕，我就会担心的抱着他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我想有点想到那时候，我就会抱抱我的手。哎，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？我看你的手应该是好了。不可能的，有可能还是坏着呢。那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我真的好害怕他，真的。那是我真的是，那是我见过，就是我最见过我最痛的一天。那如果说你只能用左手了，你还会拍照吗？不会拍照了。拍不了了吗？拍不了了呀，除非手扶着还好。那天打扰姐姐那天你不是拍了吗？是拍了，但是我不想要一直都用一只手举着相机，很重的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去买东西吧，走吧。好耶！